你还小姐，你是感情公司出事好命的，你是也不应该带出来的死鬼。啊，不过我今日你带出来，你袂当让人咬着还是刮着。你是不是让我不是你，你是不是我喜欢你，我跟你说明好了，帮我把戏，你要不要听话？你是不是要听我戏？快点，杨五车逼死我，更尴尬的俺那个感情放我袂记，我从来都没将你放过去，放过你，放过杨五车的那个位，放心。我跟你讲，你唔免明白，卖通知世人，就是后世人，你也免孝顺，我也带人讲嘅啊。想讲你是跟迄个查某人有啥物关系？死来头死，死！啊，你是当着啥物人害你家大呢？滚！开门！你是谁啊？你唔是查某，你是刁爱梅啊？原来是你阿骗，他在污蔑。心神不明，这都是个蒙蒙飘飘，给我立即会。我一点什么都不爱听，这里走，你将来要做你家己的生活，阿妈嘞，你哪会这样自私？原来这爱是你家己的生活。查某要嫁爱金翁，那是金着臭脚翁，那你太健康。那是见到青泥翁，这头我会是无采工。拜到拜六暗时八点，请准时收看《林氏飞龙在天》。黑暗的干露丝。